把外边网页关了，咱们来一把圆规人。圆规人就带征服者，圆规人带征服者的少，圆规人基本上都带不灭的，征服者没有耗血能力，你明白吧？高手都是带不灭的，征服者也能用，就是对拼能力会这个提高一点。不过征服者卡密尔比较难切来，因为你耗血吧，耗不掉那么多。Q 一下 ，A 接拉起，接平 A。我们多兰剑，我们多兰盾啊 ，A 接拉起，他是多兰剑，我们多兰盾可以跟他耗。尤其鳄鱼一级啊 ，Q 一下，点炎。闪现拉起吃药，凯旋了。哎呀！升级完成，技术服务于进化，而非控制。药吃慢了，因为我的药放在了二号键跟三号键，我摁了一二没出来，那。这并不是菜，这只能是这鳄鱼运气好。我们这属于啥？这属于越塔，但是没越成。他属于什么？他属于依靠防御塔把我杀了。如果用一个成语来讲，这就叫胜之不武，知道吧？权力的维持必须不计代价。A 接 W Q 一下，一下一回来 ，A 接拉起走了。包女来了，她没闪现，来给我扎到。扑啊！这为啥不往上扑啊？你扑他应该能打个闪出来，兄弟，不是打个闪呢，应该能给他打死啊。我扛塔吧，来一下一回来 AQ A 接再 Q 走了。卡萨丁卡萨丁如果能杀也行，先走一走。这鳄鱼从家里出来怎么还带了个盾呢？走，回家来个耀光，把这饼干卖了。战利品归战胜者，他们的任务。漂亮，包女儿。鳄鱼这边血亏啊，但是我们依然没有人头。现在跟鳄鱼打就得是六级之前跟他打，六级之后再跟鳄鱼打就得有三项，没有三项我们就打不过他，就得这么玩了。你这蛤蟆不给他收了？直接 Q W 拉起，哦，好运！一下一上来 A Q， 为什么没 Q 到啊？不打了，我们塔下收兵这一波。完了，这兵收不着了。Q W， 一下一过来 ，A 一下走了。这怎么晕到我的 ？W，Q 一下，不行了，难打了。
这波鳄鱼好像死不了，套个点眼好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一波我们是贼菜，我跟他的后血没有一波我是赚到的，这属于一个反面的例子，我给我自己一个嘴巴子。啊，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。定义你的不是武器本身，而是你使用它的方式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带不灭的原因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，双方是一个人性善等的华服。我们跟着鳄鱼打，其实可难打了。现在我踢他一脚，才踢这么点血，你看什么？一共踢了没到一两百滴血都。线，哎，不行，打不过他。我会回来的。不带不灭太难打了，这玩意儿。我们可能这把得躺赢一手。生活还没能改变，那你已经失败。不带不灭，你跟他耗不了血，而且血量都不够。下把我还得来一把圆规人，因为这把圆规人没玩好。等三项吧，我不想着杀他了。虽然我们带个闪现，不是带个点炎，但我不想着杀他了。这把，来，来，双 buff 免费的，来，小法师。套个点盐吧，哎呀，我的点盐白点了，真可恶啊，真可恶啊，小法师，我寻思我套个点盐让他少回点血啊。现在我跟这鳄鱼基本上是没法了。就他耗我血，就是随便耗，啊，我们跟他耗就根本就没办法耗，我没带不灭，就是这个效果。现在你们知道为啥要带不灭了吧？知道了吧？他们用我来发现问题，然后一举扫除。三项有分离者好用吗？哎，差不多吧。打个右就带就出分离者呗。对面打野没帮上路，这跟帮不帮上路没关系，我就是打不过那鱼。这个天赋就没办法打着那鱼。他无脑耗我血，我一点办法没有。就是 E 过来 W A 接口 ，E 过来 A W A 接口 ，E 过来 W A 接口，就无限这么玩。接拉起接
W， 我能一走。哎呀，暴击了！不要让他红怒破盾，没办法。你帮别人，我直接让打野不用往上走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帮我没有用，我跟他对不了线儿，我跟着鳄鱼没法对线儿。要打野直接不用帮我们。优雅永不过时。为什么塔下不大？我不跟你解释那老些了，行不行？我也不跟你解释那么多了，慢慢玩吧。你看我说吧，我不跟你解释那么多了吧，你还说我解释不过来。哎呀，别问了，行不行？兄弟，有些东西吧，你要知道就知道了，你要不知道咱就算了，我也懒得跟你解释了。你我还得跟着鳄鱼对线呢，那鳄鱼满怒，我塔下 W 我不送死去了吗？那怎么大他呀？没办法大他呀。给他了这塔，一会儿团长捡捡人头就可以了。小法师不要啊，没天赋差这么多，那肯定差得多呀。你让德赛不带天赋跟我打，那差的不就是天赋吗？那还差什么？下一件装备九头蛇，我们就慢慢发育，不用着急啊，慢慢来，一点一点一点的来，一点点来。哎呦我操，他没放E，真疼啊。
还有喷蜜呀、啊，来个人啊！大没大出来，我天哪！他亮牌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们确实打不过他，那你是咋整呢？没办法，只能等人来了。我们都有底气，而我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。太脆了，而且我没有骸骨镀层。要不这路给他吧，你让他带吧，我去找队友去了，不跟他在这守了，我们家也没有人来。这就是道德。给他了，去找队友去。我不会被误导。大呀！完了，这波五打四没打过。巨巨呀，哎呀，巨巨下一把也行，其实。不行，咱聚聚下一把吧。哎呀，我操，真鸡巴疼！你不用你装备，你下把最好还遇着我，我不用你在这亮牌。咱别老一崩了吧，就是，哎呀，你别玩这个英雄啦，哎呀，你不会玩了，这种。我要是天赋带队了，我们要是崩了，我一直这样被人单杀，我一点话没有，兄弟，我一句话不说，行不行？下把我再玩一把，要是我天赋带队了，我们还玩成这个样子，你随便说，行不行？这把你先把你的嘴给闭上。别老一整带错点天赋，我们猴带个彗星都有人喷，喷啥呀？本来这也不是说菜逼局，那鳄鱼操作你自己也能看出来，有点操作的啊！哎呦我操，这一个屁股坐了我半管子血。行不行？行就完事了，行就别往上说了。
你看我一说两句就说我嘴硬，我都跟你说呢，我说我下把要是玩个圆规人，咱要是崩了你随便说，我都跟你说了你随便说下一把，完事你还说我嘴硬，那我也无法与你勾留了，那就没办法，那咱还勾留啥？我都给你一个下一把可以继续说的机会了，你都不珍惜，那拉倒吧。鳄鱼韧性有点高啊，走了得了吧，这有个人都退了，退了就算了吧。拉倒吧，技术将被控制，升级完成。鳄鱼能不能换一个？不行，下一把。Defeat.